这个球真的要看裁判的自由心证。你说踢到手哦，威廉这个一上来是得理不饶人、哎呀，要进球喽 ！Hung FC 朱义成，哇，今天他跟这个 Bench 拼了，就是硬又是独居第二，甚至呢，如果Mark 没有再进球，他就变成并列第一耶，他已经13颗进球了，这场比赛个人第二颗进球，哇，在84分钟。